干了这一杯，还有下一杯。爱看酒醉春季，一杯醉杯情似铁，爱河流茫茫，问君何时去，花开东明明那我在干啥呢？一下喝爽了，我天！东方不败，我、哦、知道，这唱什么歌？笑红尘，来唱首笑红尘好不好？穿这个衣服，我就应该来一首这种古风的歌曲，要不要？来，我们就是随性的啊，好不好？随性的来一首笑红尘。不会唱，是确定是这首歌吗？不会唱哎，这首歌啊，什么？是这首《笑红尘》吗？完了，不会唱，不会唱，能不能哪一首这个跟这个衣服能配的？笑。消，我会不会我唱完以后人气会掉啊，家人们？刀剑如梦，哎，能不能让我唱一首嘛？刀剑如梦，来，就把这首《刀剑如梦》送给大家。哦，我没唱就掉人了，我觉得还是不唱了吧，家人们。来呀，《刀剑如梦》，升三个调 ，DJ 版。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爱也匆匆，恨也匆匆，一切都随风，空笑一声，长叹一声，悲哀一声，悲哀一声，谁与我转世与共。花间何去何从，恩与爱正在途中，我心割破长空，是与非动也不动，我醉一片朦胧，恩与爱是幻是空，我心一场春梦，生与死一切成空。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来也匆匆，恨也匆匆，一切都随风，狂笑一声，长叹一声，快活一声，悲哀一声，谁与我生死与共。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来也匆匆，恨也匆匆，一切都随风，狂笑一声，长叹一声，快活一声，悲哀一声，谁与我生死与共。感谢浩如哥，
不去了。OK， 来，接下来谁上场了？我感觉我累了，家人们。好，来，接下来到我们的苏子明，是不是？苏子明，我们来一首古风歌曲。古风啊，天下有情人。完了，不带个家歌。来，我跟你刚刚那个灯光老师，天下有情人送给大家。迷迷糊糊天地初开的时候，那已经盛放的玫瑰，还是踏破红尘望穿秋水，是因为爱过的人不说后悔，爱是一生一生一次一次的轮回，不管在东南和西北，还是一段一段一丝一丝的是非，叫有情人才不能够说再会。爱怎么做怎么做怎么看怎么难怎么叫人生死相随，还是一张不能说只能唱的滋味，时光以后不醉不归，等到红颜憔悴，你的依然如此完美，等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体会，爱是一朵六月天飘下来的雪花，还没结果已经枯萎，爱是一堆擦不干刷不完的眼泪，还没凝固已经成灰，等到情丝吐尽它才出现那一回，等到红尘残碎它才让人生死相随。谢谢浩如哥送出了嘉年华。谁懂得各种滋味，爱是迷迷糊糊天地初开的时候，那已经盛放的玫瑰，还是踏破红尘望穿秋水，只因为爱过的人不说后悔，爱是一生一生一次一次的轮回，不管在东南和西北，还是一段一段一丝一丝的是非，叫有情人再不能够说再会。爱是一朵六月天飘下来的雪花，还没结果已经枯萎，爱是一滴擦不干刷不完的眼泪，还没凝固已经成灰，等到情丝吐尽他才等到这一回，等到红尘残碎他才让人双宿双飞。种滋味，爱是迷迷糊糊天地初开的时候，那已经盛放的玫瑰，爱是踏破红尘望穿秋水，是因为爱过的人不说后悔，爱是一生一生一次一次的轮回，不管在东南和西北，爱是一段一段一丝一丝的是非，就有情人再不能够说再会。你初开的时候，那已经盛放的玫瑰，还是踏破红尘望穿秋水，是因为爱过的人不说后悔，爱是一生一生一次一次的轮回，不管在东南和西北，爱是一段一段一丝一丝的是非，叫有情人再不能够说再会。
不大。我都发现我的肚子怎么这么大呢？要去练马甲线了。好了，你可以下去了。没了、啊、苏子明唱的好不好听啊？来给苏子明点点关注。大家好，我是苏子明，我来自河北石家庄，我在榜14的位置。大家喜欢我点点关注，每天早上8点在大舞台直播，大家喜欢我的可以过来捧场。来，有请我们的嘉哥啊、哦，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嘉哥，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和谁？来，我找一个搭档啊，家人们，找个美女搭档好吗？唱个民歌吧，换一下风格，换一下感觉。好嘞。家人们都还期待我上了，家人们啊，我想唱个什么歌嘞？祝福一下大家吧，祝福我老板和我们213的家人们好运连连，好运来，可以吗，老板？可以，祝我的肚子小一点好吗？好。来，你要带谁？来。我的这个学妹吧，应该是学妹，周子然，来一首《好运来》来送给大家。Hello Hello， 哎，我才知道他会唱民歌啊，家人们。来，没好好唱啊，咱们重放重放一下吧，重放一下。祝大家好运连连，好运不断。生活美，你健康春常在，你一生的忙碌为了笑和颜开。那个中国节，青春奉献歌彩，愿祖国的日月年年好运来。你奋不太平年，你龙腾新时代，你幸福的家运来，百花盛开。好运祝你好运来，好运来，来了喜和爱，好运来，我们好运来，迎着好运兴旺发达同四海。祝大家好运连连，来，马上15万家人们。哇，捏个千纸鹤，再系个红飘带，身边的人们天天好运来，你勤劳生活美，你健康春常在，你一生的忙碌为了笑逐颜开。那个中国节，青春风景歌彩，愿祖国的日月年年好运来，你风骨太平年，你龙腾新时代，你幸福的家运来，风花盛开。好运来，祝你好运来，好运来，带来喜和爱，好运来，我们好运来，你这好运兴旺发达同四海。好运来，祝你好运来，好运带来了喜和爱，好运来，我们好运来，迎着好运兴旺发达同四海。祝大家好运连连，家人们掌声扣起来好吗？掌声响起来。来，两位啊，嘉哥适合唱民歌，周子然也适合唱民歌呀，他们俩都唱民歌出身的啊，家人们都是专业的。来，咱们一起给我们的嘉哥还有周子然点。马上要有请两位少数民族的啊两位小姐姐来给我们唱歌啊，好不好？在这个时间呢，让我们进一段广告。进段广告快点啊，因为彩虹的家人们都知道啊，彩虹的家人们知道，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因为我们最近都是做户外嘛啊，平时户外的时候去到一些好看又好玩的地方，因为时间和精力的原因呢，可能没有办法带大家好好玩，所以呢专门开了一个旅游的账号，让我旅游的账号
然后这个账号来拉上麦了没有？上麦了，来，这个账号在这里啊，这个账号在这里。我们呢，团队的人呢，会提前到直播的城市为大家。来，我直接就点点吧，来，这个主播们呢哈，就会提前到这个演出的地方做好攻略给大家啊。如果想来这个我们的户外现场，然后想到这个城市旅游的宝宝们呢，好吃好玩不迷路，来右下角的镜头，来，是他没打给，来下面这个头像打开啊，头像打开，来咱们关注走一波，昨天点到2.5万了，今天我们点到3万粉丝啊，好不好？然后就是很多人有时候想去那个户外的时候啊，去看唐毅直播，然后有时候去看，哎，我住哪里啊，住哪里好吃的呀，顺便玩一玩嘛，是不是顺便玩一玩，然后就可以不知道哪里好玩的可以找他，提前帮你们做好攻略啊。譬如说我马上18号我们要去广西南宁，再次去广西南宁，南宁的宝宝们在哪里？广西的宝宝们可以不一样，来马上18号19号我们又要去南宁做户外了，而且这个地方非常的好哦，这个地方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网红打卡点，民歌湖的地点啊，哇天哪，这个民歌湖，我们以前那个民歌湖那个都是每年一年一度就是最大的一个活动了啊，都是民歌湖那边弄的，然后我还能去民歌湖直播，家人们好开心，好荣耀，好骄傲，真的。18号我们在南宁不见不散。我刚好这3天在，你3天在没用，因为我18号才去。